英文单词当中 tangerine 和 orange 是很容易被大家混淆的两个单词。 orange 一般是我们所说的橙子，比如脐橙一类，但是也可以泛指橙子、橘子、柑子那一类的东西。 tangerine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柑橘，其中包括芦柑和橘子等。它们两者主要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味道， orange 酸味多于甜味，Tangerine 味道甜多于酸。第二，皮质， Orange 是橙子皮硬， Tangerine 是柑橘皮比较软。第三，外观， Orange 橙子一般比 Tangerine 大，比 Tangerine 圆， Tangerine 一般是椭圆形状态，有腰瘦身高的，也有腰宽身矮的， Tangerine 颜色是橙红色。第四，使用方法，Orange 一般是要用刀子来切开， Tangerine 用手掰开就行了，不需要用刀子。所以这两个单词代表的并不是同一种意思，大家还是要注意区分。